1400嘛，1400的话，1400就是一把胡牌吧。对，胡别人三台或是拉到他的庄或字幕都可以逆转，或者是伦哥跟汉威来胡到加存，对，或是字幕都 OK。你加存这里，加存这边。不能放枪，只能安全的下庄，或者是持续来自摸把分数拉开。好，那伦哥跟汉威这边是来顺打了。威真这一把手牌也不错，那加存也不错。威真进牌怎么选？哦，这里是进了什么？他不可能呛咪级的、啊。打出13条。好，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来到麻将大师。现在是今天是资格赛的四取一，现在来到第二将的北风北决胜最后一，不是最后一把，最后一个庄。那现在人数呢，慢慢的上升，来到35000，我刚说30000呢、欸，希望有一天麻将大师的人数可以来到30000啊，但目前是3万，对，但目前是360个人。对，大家都在看这个，究竟谁能拿到第三季是主赛事的门票？非常的紧张，这加存进了中洞四条，哇，两进厅，猫哥说他很紧张，他很紧张啦，他在学 Cindy 吧？谁？猫哥啊？对啊，就是我上次那样讲，我很紧张，我很紧张啊！哇，这个加存吃到六条，一进厅先现变七饼。伦哥这边摸到什么嘞？什么嘞？四条。也一进厅，微增二饼摸起来一进厅，哇！听牌是不是？对，六九饼，好可怕！九饼目前绝账一张，六饼目前没有看到。自摸哇，这远走了，这连二的自摸六饼哇，远走了，远走了，远走了。对，这个加存，哇，北风北这个连二的自摸，哇，连二的自摸的话，感觉看一下积分。53400分，又回到了50000。哇，这样差11000分了，那可能没什么机会。是不是要摸很大台的自摸才能追上啊？看一下一万多少？11000，一万一。对，的话，他现在连三，连三是多7台嘛？2400，算自摸2600嘛？